Hello， 大家好，又翻到嚟 Pokemon 特别篇嘅 Red 啊！我哋继续新嘅剧情啊，冇错。咁啊，我第一次玩嘅新游戏咧，不是你想跳过吗？否？好，既然系咁咧，我哋就会嚟到呢一个嘅一开头嘅剧情啦。首先咧，就遇到呢个坏女人啊，独自逃跑咧会耗光我所有嘅力量，但系咧我唔谂住咧空手离开，空手而回。冇话俾我听，你想要捉咧堕幽企，讲得冇错。一个体咧拥有住咧无与伦比嘅力量，我点可以轻易俾佢走呢？好不容易咧重获自由，会俾你再收服佢好啊，好出乎我嘅意料啊！本来谂住攻击咧呢一个堕幽企骑士，估唔到啊，竟然攻击到佢哋，可能走咗，但我竟然系最大嘅赢家。命运咧企喺你哋嘅对立面啊！再也不见我七代嘅图鉴拥有者，冇可能啊！呢件事咧，暂时唔可以俾小兰父母知道，我哋要咧即刻联系正辉。佢喺边度讲嘅咧？好，唔知道啊。十年之前，好，野生嘅急冻鸟逃走，咩给佢最后一击？我见到咩话？喂，快啲咧，将个游戏嗰个手掣咧放低，出去同我锻炼。但我就嚟完成咗150个套价，冇但系即刻同我出去。好嘅，妈妈，我讨厌咧，佢叫我咧呢个靓仔，我自己有名，我名叫做。有啦 ，Yoyo L， OK。我妈已经唔喺度咯。之前我哋上次咪有讲到那个剧情咧，就系话咧，最后阿妈啊呢一个主角嘅阿妈已经不在人世。原来喺呢度嘅。听到皮特出事好难过，令你一个人咧承受咁多咧太痛苦啦。花子，好，应该系去呢度啊，系啦。祝你同管主阿四嘅婚礼顺利。我呢个大木博士已经十年前嘅大木博士啊，呢个系冇事嘅，放心啦，爷爷。OK， 我要出去锻炼，我要去边度啊？冇精灵同我一齐出去太危险。呢度啊，小蓝。好，等间阿爸阿妈，你咩名啊？啊，你咧？我个名系话俾我听咧，唔可以话俾陌生人听我叫咩噶。哇，咁串咗话俾你听，唔话翻俾我听，好似冇人在家。呢度啊，蚊香蝌蚪啊，玻璃，你惊我？冇事啊，唔会伤害你嘅。玻璃，阿爷，我要出发啦。阿爸阿妈，你哋喺边啊？哇，喺边啊？阿爸阿妈啊，系怪雀啊。好，结束。章节一，环节精灵。五年后，好，相信我啦，伙伴，我哋会正式咧参加呢个关刀联盟，到时我哋会面对最强嘅训练师，唔使担心，我哋咧可以咧打赢所有咧挑战我哋嘅人嘅。可嚟喎，捉唔到，你唔好睇小我，我嘅伙伴，等我哋咧帮佢啦，帮佢捉精灵啊！第一段呢度，点解我精灵球都系捉唔到佢啊？就嚟放弃啦！喺你之前咧，你必须咧虚弱精灵啊，然后先可以捕捉到佢。你可唔可以帮我啊？啊，冇问题，冇问题。佢有名字吗？没有啊，我未改过名啦。蚊香蛙要开始啦，好水技啦，哇咁渣嘅招水技，你几多攻啊？减攻加特啊，减攻加特防咯、啊。OK， 劲渣啲技，渣都不得了嗰啲技。泰博士，我终于捉到啦，属于我的精灵，多谢你啊，等我帮你回血啦。蚊香蛙，我要去咧同我新伙伴玩啦。接下来做啲咩好啊，伙伴？不如我哋森林揾训练师。好，睇到啊，你个死靓仔，对唔住，我喺度揾紧咧呢个传说中嘅精灵啊，所以同我躝。我身上有精灵球，肯定系训练师嚟嘅。天真的 red 依家仲系好 ，OK。呢啲打唔打得嘅？呢啲打得、啊，我真系唔想伤害任何一个小孩。我见到佢话 ，OK， 我想快啲进入一啲支线嘅剧情度。欸，我发誓背后一定有啲咩？哇！呢个咩嚟嘅？传说中嘅精灵？等等，消失咗啦。OK， 其实我可唔可以喺度升下咧先咧？应该都得啦。哎，可以坐机，唔会输啩？诶、欸、，OK OK， 赢到。哎呀 ，very good！ 呢度系咪有精灵中心啊？升到十咧先试下。好，升到十，好快啊！原来都。系有精灵中心嘅，既然系咁，我哋呢度先升十咧，然之后再翻去回血，啊，将我哋精灵咧强化一下先。惊一阵间会输。好，
呢度可以过去。波波，其实都几好，因为呢个天气关系咧，所以我蚊香威用水技咧就大幅提升我攻击力，几好啊！主角威能一嚟已经有啲咁强嘅招式呢度，嗰、那个就系咧传说中嘅精灵啦。但我一日咧抢先我一步，翻嚟啦小火龙。呢度做咩？你就嚟成功啦，让开，轮到我。哇，到我打系嘛？泡沫。神秘护符我见到佢用神秘守护好要输啦佢，哈！由我头先嘅战斗中，你睇嗱，你唔通咧睇唔出咧佢比我更加强咩？呢就系咧点解我要叫翻我嘅精灵？我输咗。如果太过自信咧，唔只会自相灭亡。你就系输在太有自信，我唔敢相信我竟然输咗。神兽篇章结束，即呢个章节二啊，唔见咗嘅精灵，好毒啊，好毒啊！呢、這个就系你咧喺雨入面玩嘅后果啊！我唔系玩，我喺度训练紧啊！训练，唉，我觉得你呢个咧同你老豆一样，讲到好似我永远都唔会好似阿爸一样咁好。好啦，就啊喺度咧拗救啦，去见一见呢个大博士啊！嗰、那个古怪奇嚟嘅科学家，我话咗俾你听，唔好咧咁样笑人嘅，我错啦，咁我去见佢啦。大博博士一位研究者，你可以从佢学到好多嘢，我会过去噶啦。确定啊？讲笑讲笑，依家即刻去，我帮你买啲衫啊！饰品盒啊！如果你想换咧，只要换衫 OK。饰品盒吓，上次都好似有讲到，佢有得换衫嘅。约会系咩噶？我话未得到车度服咗，我话正有得换衫喎，几强喎！有得换衫呢个功能咧，以前系冇嘅吓，绝对冇一个换衫功能嘅。换衫功能好似系去到 XY 先至有嘅啫吓 ，XY 之前都冇。但我博士有啊呢度，做咩？我仲有好乱添。OK 呢度，哇，好型啊！奇异种子我应该攞去嘛？哦、我唔应该乱喐嘅。有人话咧，卡拉卡咧头上戴嘅母亲嘅头骨，如果母亲有几个孩子咁点算？哇，咁刁钻嘅问题都问到嘅。哦，呢一度咧有只咧波波球，点解会画住个记号 marker？ 呢个咧，呢度系猎掌。我听讲猎掌咧好有攻击性。我仲记得我阿妈咧话俾我听，有一次咧。襲擊咗一號道路嘅一個男孩同埋比加超啊！哇，係好咁睇嚟劇情上，男人嘅搜索歷史咧係佢哋最大嘅秘密啊！哇，原來有啲咁嘅嘢喎，我哋周圍睇下先。好多寵物精靈嘅嘢，各種唔同顏色嘅燈咧時亮時滅，塞滿咗精靈嘅樹。好多一啲毫無意義咧複雜嘅詞匯同數字，呢個咧呢個。哦，這個、呢一个咧睇嚟好奇怪嘅装置，我想知道佢用嚟做啲咩嘅。好，所有嘅一啲情报应该都揾晒啦，系嘛？应该冇啦。OK， 咁我哋攞奇异种子触发剧情啦。呢度做咩啊？你系个小偷唔系嘛？哇！你个低 B， 哦 ，no！ 你睇下你做啲咩蠢事？我对唔住，快啲将佢揾翻嚟好。唉，或者我太刻薄啦。嗯，头先有只车厘龟噶，阿师，见到波波球，波波球喺呢度，我哋要揾呢一个嘅精灵出嚟。哦，一路喷泪水 ，OK 啦。跟住呢度猎掌系咪？愤怒嘅小鸟啊，你系 OK 水枪。跟住下一个应该系，下一个应该系奇异种子啊！呢度啦，诶，佢守住咗呢度，咁应该入咗去森林啦。呢边有啦，卡拉卡拉呢只，原来喺度，终于揾到你啦，卡拉卡拉水枪。好，做一只奇异种子啊，喺下面 OK。呢度，诶，走咗。奇迹种子，哎，可以俾奇迹种子用，啱啱好。咁去边啊？哎，翻翻嚟咯呢度，终于俾我揾到你啦！唔好俾佢走啊！哇，我要追佢。哦，但系你边度都去唔到啊，贼仔！你虽然有一个好好嘅谂法，我唔系贼仔，好抱歉咧，入咗你间研究所，我唔小心将你精力放走，但我哋咧要揾翻佢翻嚟。太迟啊，已经离开咗纯白神，依家可能喺其他地方，冇事可以揾翻你啊！好，
我同你一齐去。如果冇攞翻咧，你最好咧收我啲律师信啦。哇，好恶啊！当时已经有律师呢一样嘢啦咩？未听过 Pokemon 世界有律师呢一样嘢。好，啊，一路去到上半市都唔见啊！佢会匿埋一边，我哋分头去揾啦。如果咁走嘅话 ，OK。而家先揾个中心回一回先啦。好，所有 Pokemon 嘅 game 咧，最去到新嘅地方咧，最好都系先去中心，系咪呢度啊？好似，好似唔系喎。哎，有啦有啦啦，终于揾到佢啦！好奇怪嘅雕像啊！我呢度四乎四棵树喺度，有嘢打喺度，我记得。好，大魔博士，接埋交俾我啦，你爸爸到啦，奇异仔，哇，你真定假主人我系唔使惊奇异种子，肯定好不安啦，第一次离开咁细嘅精灵球，真系个好孩子啲土王，哇，佢系一只野生嘅豪力啊，打低咗大魔博士，喂，博士，奇异种子最擅长系咩招啊？哇，博士，大镬，而家点算啊？博士已经晕咗。佢有一粒种子，如果有阳光，我要试下。OK， 我哋先用催眠术先，中好水枪，屈死佢。我有奇异种子喺身啦，的确。再催眠，再水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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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一路水枪赢咗。嗰、那个系阳光烈焰啊！你知道咧，奇异种子系阳光烈焰嘅绝招啊？唔系啊，但系我谂咧，佢咧会有。可以将阳光化成能量的植物咧，呢、這个家伙咧背上有种子，所以你只是觉得咋？你好有罪，我已经决定啊，呢只精灵咧归你保管。你认真啊，博士？系啊，讲真啦，睇嚟咧佢咧都几中意你嘅。要帮佢改名唔使啦。但首先我要澄清一啲误会啊，我之所以入你嘅十二室，因为咧想你咧教我做一个更加好嘅训练师。你知唔知成为一个伟大嘅训练师需要嘅咩？系咪意味住咧知道好多技巧？定系意味住咧你身后拥有一支咧强大嘅精灵队伍？如果你认为咧嗰啲系成为咧一个伟大训练师嘅品质咧，咁你就错啦。成为呢一个成就伟大训练师咧，系你嘅内心，系你同奇异种子嘅感应，嗰种来自内心嘅深处嘅感觉，系成为一个伟大嘅精灵训练师关键。你叫咩名，僆仔？俾你啊！精灵土狗嗰日一大量，我都系唔知道一个强大嘅训练师嘅需求系啲咩，即系佢个条件系啲咩？呢个咧精灵土鉴一本咧百科全书，当你遇到新嘅精灵就会自动记录低咧佢嘅数据。当你完成呢个土鉴嘅时候咧，你好可能咧已经成为一个伟大嘅训练师。我系伟大嘅训练师。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咧出色嘅训练师咧，唔可以停留喺呢一个嘅顺霸镇，要出到咧多啲锻炼。点解唔从咧上半森林入手啊？佢喺北部。在那里你会见到一些从未见过的精灵，你一定还会见到我的。见到谁啊？哈哈，没事之后见啦。OK， 他比我的小火龙的攻击虚弱了，没理由走不远。你感不感觉到他小火龙？或者他不见了。是他，他在附近去啦，小火龙。好，丢失的精灵篇章结束。将节衫换旧代售，喂，呢度剧透晒喎，呢度剧透晒接拍落嚟嘅剧情喎，啊 ，OK。不过呢一个系几好，我觉得呢一个咧，佢有写明系咩篇章咧，俾大家会更加容易去知道发生落嚟嘅剧情同埋记得咯，系啦。我知道啦，我理解嘅博士，我可唔可以同我仔一单独倾？当然啦，我明白。祝你旅途顺利，需要嘅话咧，我喺实验室度等你。我要话俾你听，可能咧会令你唔开心。我一直咧知道呢一日会嚟嘅，你足够独立可以开始自己嘅旅行啦。即系想知道咧，你系咪准备好照顾自己？我准备好啦，我要成为最伟大嘅训练师。哈哈，有其父必有其子去啦，成为妈妈骄傲。你讲真嘅，当然啦，就算我拒绝咧，你都会偷偷地咧去嘅。我只系希望你安全 ，OK？ 如果你有咩需要咧，我会喺神霸镇等你，安全，旅途安全。究竟阿爸系边个都唔知道，有冇讲到咧吓？咁啊，睇下迟啲有冇机会讲到啦。好，今集嘅特别篇嚟到呢度先，我哋下集继续上盘森林第三篇章。好，咁啊，下次再见，中意嘅记得俾个 like 同埋咧，揿个订阅，下集再见。